他看起来很专业。对啊，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装工作下还是很专业。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装工作下还是很专业。对啊，不要哎，所以不要一直这样嘛，好很烦的。你要一直这样，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嘛。干嘛一直这样嘞？鬼鬼鬼，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你讲第三个。快，我要听啊！你要讲啊！我不想听啊！我不想讲了。我觉得对他有点抱歉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没礼貌。现在比较不哭了啦，但情绪还是蛮不稳定的。我觉得第二集的崩溃。他其实从第一天踏进舞厅开始，不知道就蛮崩溃的。干嘛啦？这条粉。我觉得我这次没有付出很多，但是我每个地方都会帮到忙。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啊？就店长都没有分配好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搞什么鬼啊？你回去想一下。我不会当店长、啊。你回去想一下，就是要怎么乱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就大家都是店长，就是大家干嘛就干嘛、嗯。我们都是齿轮，随性的店长。我们都是齿轮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摆好。因为你们都年纪那么大了，应该知道。哇！年纪那么大了，应该知道。哇！苏姐来讲你，苏姐。什么什么？不要我先上。苏姐来讲你哦，苏姐吗？我没有想到，我今天来，我只有今天来，我只有今天。你们自己平安哈。很幸福，平安喜乐，吃海鲜。今天小帮手，我觉得很棒哎。谢谢小。来，小帮手哪里棒？讲三点。唱歌好。唱歌啊，这场唱歌太晚了。对啊，唱。他今天看起来很专业。他看起来很专业。对啊，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装工作下还是很专业。在没有店长吩咐的时装工作下还是很专业。对啊，不要哎，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吗？好了，烦的，你要一直这样，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嘛。干嘛一直这样啊？鬼鬼鬼，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你讲第三个。快，我要听啊！你要讲啊！我不想听啊！我不想讲了。有什么好讲？就一直讲，大家都是自己的店长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不要情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情绪不要这样勒索。情绪上来，好吧？不要这样。大家平安，阿弥陀佛。我的确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店长，我承认，因为我根本对店长这个东西我是问号，跟我。真的没有想要升任，我也没有想要领导任何一个人，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就是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真的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累。我觉得对他有点抱歉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没礼貌。哎，我真的不想哭，但是就是为什么当店长要好像身负一个？为什么好像我要把这个指令给的多细致？